节目的表演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刚社区环境救会了哈，在这个团体里面，请帮忙指教。一档，有母子档，有姐妹档，有夫妻档。在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，可以说他们今年哈、才比较正式的一个和他们的一个学习哈。没有休息过，连过年啊，母亲节啊，遇到哦还是一样的，那边都有太鼓哦。然后今年更有云科大支援的艺术家进驻社区计划，及其舞蹈老师加入，让学员们表现更有韵律的美感。而且呢，青年志工是轮内社区营造推动者，今年的课程更多元化，舞蹈及社区的剧场，加上更是艺化性质的一个活动和小组，而且艺化性质的练习场所就在红湖国小。精彩的和太鼓的表演哦！啊，这个团体大概最年轻到最……大家热烈掌声哈！帕婆阿加美诺哈，帕婆阿加美诺哈！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轮内社区哈！怎么？